其实蛮多地方可以玩的，就是近郊，就是走这边附近就很好玩。它最主要看他们那个建筑物的特色。哦，你们昨天有去那边吗？醒狮那个风狮纪念、风狮爷纪念馆。有。哦，那个风景不错啊、哦。还有一个小学啊。有走到那边那昨天我们是在那个珠山那边有一些外国人，他办一个简单的那个餐会，然后请那个表演那个乐器的人来演奏。我刚刚对在珠山，就离这边大概开车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，那也是一个一区都是民宿，蛮漂亮的。是啊，你们要是说有加我们的 LINE 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些影片会传给你们，微信或是 LINE。好啊，好啊。这样子也会透过我们那个这些资讯哦，就可以看到很多我拍的，我做一些报道的这个。好，我加一下。Thank you.